好，燕燕，你看这些呢，都是饶家我们搜出来的一些废铁啊，可以再循环用的哦。嗯，是吗？嗯，可以卖钱的。可以，阿棒。Abang nak beli kan yang besi buruk semua ni? Ya, besi buruk. Berapa harga? RM1.5 lah. Tahun baru Cina lah. Ya, bagi besi banyak orang lah. Nombor punya, nombor yang cantik-cantik lah. Ya. Elok kalah. RM68 lah. Boleh lah, boleh lah. Oh, yo, thank you. 168令吉168，这钱我们就要交给老先生。耶。木门墙壁粉刷一番，换上新家具，有新沙发、新衣橱、新饭桌。可以吗？特地买了一个新的米缸给饶家，为什么呢？我们希望他呢三餐都温饱，然后呢米缸常满。对，再添购一盘橘子，春节好意头，也少不了新年装饰品。这一年的新年啊，饶家肯定忘不了。好，那新年呢？我想呢，是不是应该要增添一些新年气氛？最重要一点，最主要的就是要写对联。我当你书法写得特别好。文采也特别好，来想一想，炎夏庆团圆，温情满人间，就是这。OK， 来我写，有我写，快点写。炎夏庆团圆，温情满人间。剑锋，我们终于在天黑之后完成了。没错，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哎，前面都是穿上了新衣服，我们饶家在上上下下。嗨，饶先生你好。哎，叶先生。哇，全部都着晒新衫咁样嚟啊！嚟睇咩啊？嚟睇你嘅新。系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睇你嘅新屋系咪？系啊系。我哋咁嚟睇下。啊，好，嚟嚟嚟，照上嚟。嚟睇下呢度有咩唔同咧？旧的不一样了，改了很多，改了很开心，讲不出来。是哦，你看到这边，首先你看这个门上有什么东西？有一个对了，两个白老鼠。白老鼠，那个是白兔啦。白兔还不好，今天是兔年。年假庆团圆，温情满人间。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就是。炎夏温情，还有呢，就是希望你们呢，永远都是会很团圆，也不要忘记呢，人间呢真的是满满有温情的。希望你们在这个屋檐下能够团团圆圆。是。好，那现在大家想不想看看我们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一点点惊喜哈，希望更多的惊喜。好，一、二、三，上上忙忙，哇，全都不一样了。进来，进来。天都搞五色了，哇，好美呀！哇，那么美，你整噶？你中唔中意啊？中意，好。有咩唔同啊？依家佢以前就一样，自己唔一样嘛。就是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比如就是好像以前装饰和以前的不一样了。一、二、三。搭一下很大哦，很大的。今年新年有新床睡，饶家兄弟迫不及待躺下去试一试。谁要抢上铺的？这就是你们的饭桌和厨房，是的，厨房新的饭厅。好，砍砍菜。砍菜噶，你知唔知道做咩？我哋俾你砍菜咧，唔使惊乌蝇。天黑了，事不宜迟，赶紧准备食材，动手煮饭。原本要为饶家煮团圆饭的我和燕燕，最后呢，只是在旁协助。我还是坐在旁边看的比较好。对啊，你也可以坐啊，你也可以分工合作啊，坐。OK， 坐下来的坐。在餐馆打工的饶家老二厨艺很棒，别看他年纪小小，架势特好。所以呢，就由他亲自下厨，烹调了烧肉、草葱、生菜和年年有余。来，请让开，金玉满堂。这是你刚才早上买的这个金瓜。哎，好，开动了。新年最重要的是一家团聚，欢天喜地的在一起。孩子渴望的一套新衣服，终于如愿以偿了。父亲希望整齐干净的家，终于看到了。母亲盼望的美味菜肴终于尝到了。他是怕你不合格啊。
一进门觉得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还有一种幸福，好像有家的回家的感觉。真心的感谢炎夏温情啊，给我一个有美丽的环境的生活，给我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新的一年。喜欢这样的环境吗？喜欢。你还希望回去像以前一样，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希望啊再回去这样子的生活。由今日开始决定咧，我都唔去做啦。咁依家屋企啊整干净咗过年咧，依家我年纪啊嚟咗，我想唔爱做啦，即系费事又好似以前咁样整到咁污糟邋遢。我想在今天跟大家讲，我要保持清洁，今天，继续的保留这个美好的环境，保留清洁这样的。保持清洁，那是谁的责任呢？大家的责任。里面新年嘛，新年大家都张灯结彩，那在这间屋子重新的转变之前都没有张灯结彩，我希望我们付出的小小的努力能够带给他们欢笑，能够带给他们更美好的一年。有人说快乐就像洒香水，当你洒在别人身上的时候，自己也会沾到一丁点。其实今天忙碌了一整天，大汗淋漓，可是啊，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满身臭汗，也许我已经沾到了饶家快乐的香水。只要存好心做好事，就一定能够过好年。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已经替饶家除旧迎新，把堆积的垃圾通通去掉，迎来了新的开始。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也能够和他们一样心想事成。好有收得，好靓，好啱佢嘅十一岁咪。哇，那我讲华语吧。没反应。最大的一个团队，我们现在请我们所有的兄弟兄弟们来结婚。很慢啊。Sports Toto 为您带来炎夏温情。